僧侣直接进去里面招降，然后一招降完，对方直接投降。你们已经没有超白痴的，超白痴，加入我们吧。我两次招降都失败，他跑掉要把兵拉走啊。没有一次是招降火枪兵，然后他们三十几只火枪兵，砰砰砰砰砰，我的大部队瞬间没了。哎、欸，其实真女招就枪还有个诀窍，就是可以塞在那个树林里面，然后一看他过来，啊、然后就嗯他，全部都变的。躲草丛里面那招也蛮合的。对对对对，那招我用过一次，真的、啊，只撑过一次，然后对面真的跳了。对啊，一用就投了吧，招二三十只都没得打了，心态炸裂。他把所有资源全部拿来缠了二三十只，结果你把他全部都招降了。对，只靠一只，他就只能投降了。他你反冲他就没了。我有卡剑，我又烂五秒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出事啦，真的。卡之前不是换键盘的问题，是那个输入法的问题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切到中文输入法，它就会卡键。就这游戏就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我先问一下，打超快对不对？啊，打超快哈，打超快啊！可是对方可以封那个、哦，要这关要注意。好，我应该是没问题。我也打超快就没问题了。给活路的那一种。哎、欸，中国。那老皮跟我走，那，哎、欸，可是他这样中国来不及到我们这边，如果出枪兵的话，可能会出事哦。没事啦，看起来先死嘛。合理，对吧、啊？反正我们被乱，他们也会被乱的、啊。这么阿拉花瓜的吗？对吧、啊？就比看谁，看谁先爆炸比较好。哇，看谁先爆炸，合理。先进英文输入法切好之后就不会卡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最好笑的。你只要玩《世纪帝国》，是你的英文输入法直接消失。想不到吧？世纪帝国是表示，听说你可以切英文输入法是吧？哎，谁？一个 boss 吗？哎，有这里有人，不对啦！哎、欸，完蛋了！我忘记我对面是螺丝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杀戮杀戮！你们那边路可以的话，就先用刺头杀一杀吧，因为螺丝已经好像也没意义，应该杀爽算了。那来不及了吧？嗯、应该来不及了，算了，但我没抢。哇，这个人超偷啊！这个胡子踩一下，浑身不舒服。谁来偷？他，这个我对面的螺丝。超路吗？对他超外面，这个直接前压他就爆了。那我加速。哦，好多钱钱。
跑进去干他的那个。我出发了，人在路上了。那我在路上了，我做一只骑兵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一只就够了。他说了，他说了。他肯定要说的。你看吧，先把他骑兵已经冲掉了。死！再一下 ，nice。是哦，是哦。来了，队友应该帮他吧，不会。他骑兵来了，我来帮你。哇，被吃的有点惨。我的羊笑死！小心哦，小心！等你冲车了，等你冲车，可能还有一阵子哦。那个纳哈果子比较好，跳伐木，有，再绕再绕。另外一家法兰西骑兵来了，哇，他很伤。小心。哦，在研发冲车。又拖杀一只，人手。
在弄他发布。我已经进城堡了。那他没什么兵，那一个啊，那一个法兰西吗 ？OK OK， 打打打，跟他打跟他打，可以可以，我们赢我们赢。是是是，用到到，他只要受伤我们就赚了。我先杀身，先把一家夹掉吧。他路上他让蓝的兵哦，他让蓝的兵，他往人家走，他往人家走了。哎、欸，回这里，回这里，模仿这。你的兵在被射，你的兵在被射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冲车再盖了，要卡布要卡布了。他往人家走，他往人家走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没事。红色是什么国家？你家，注意，你家。我在看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哎，走 ，go go go， 开冲，别压自己。往后走，他在后面，后面，树木，哪里，树木后面，他们家的树木后面，他还绕你家，注意哦 ，OK。OK， 可以，你先去杀了，我用冲锋吸伤害了。走，好玩。注意你家，我在看，不用紧张。他已经上城，有一家上城堡了，剩下的小兵。直接把这家干了吧。他双兵没兵，他队友不来。你说红的吗？他要存，他队友应该在存一波大的。对，他在存一波大的。红的也，红的我刚刚看没兵呢。哎、欸，走，下一家，还有第二家，好像兵不多，对，要趁现在这个 timing 点去压他。看到了，有点兵，打，会赢。打不太赢了，完蛋，他也在贴我，都是啦呗。
你要插那个。我知道你说，我觉得现在插什么好像都差不多了。我先上城好了。好，你上城，上城。我继续骚扰他，我继续骚扰他。我拖点时间。骚扰红色的。我们大部队已经到红色家。他们现在是两架而已。大量屠杀红色村民。哎、欸，那个老皮，你也先上城堡，先让中国去拖时间就好了。哦哇，这红色很凶，他差三个 TC 耶、欸！我多线操作打他，好。哇，追得好快，完全追不上，完全跑不掉。有人在偷圣地，那我去偷他家。快，你赶快上哦！我在拖他时间了。要我上了。我现在骑兵视线操作啊，让他追。我一直在砍他村民。稳。他现在有视线在乱 ，OK 在干他。哇，红色好多兵哦！你不要出连弩会比较好，你出戳戳就好了，跟那个弩手，中国连弩会出事。骑兵很多、哦，要注意哦。他骑兵好，他现在被我屠大概十五六农了吧？哦，我现在很忙，我现在很忙，你们要帮忙一下。我也在打红色。老皮先可以断兵，然后先升城堡，然后兵继续乱就好了。有，我现在兵在乱，我现在兵在乱。OK。他骑兵很多，你要稍微注意一下、哦。有，我在看。他那个圣地，看能不能帮忙弄一下。糟糕，我家被打了。完蛋，我家没有走了。你家怎样？现在情况如何？爆炸！他家爆炸！收身，收身，全部收进去，收进去，出去，全收，全收。别在外面，别在外面，全部拉！现在拉还来得及，快点！
你下来可以吗？要帮忙吗？要帮忙。他不帮就死了。哦，我的人快爆了。你大家聪明，哎，真跑走了，算了。你们要石头吗？啊，不能，不能交。This show la who do it? Yeah, press it, yow. 快点，快点。这到底要怎么打比较好呢？你要爆是不是？我家已经没了，还好我的地标盖在另外一边，没发现。不是，我现在是我的冰道而已。先退，先别打。别打。我在盖了，看这里。换我家正面被打了。嗯。快来了。他过去了。撞。家那边可以吗？可以，我那边城堡很多，这边守住就赢了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兵。可以打。你要上跟我讲。啊，还没有上。因为我的科技还没研发完啊。OK， 你慢慢来，不急。我只能先出点肉嘛。还是那个正面你能打，如果你能打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别来，你去闹他们好了。我这里防守很 OK。来烧我家房。哎，盖通车哦！我知道。我的搓已经准备好了。
哦，他盖一堆塔哦。他撞了，他撞了，他又撞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太确定，应该可以吧。我先帮你，我先帮你。OK， 我把他拖烂了。OK， 守住。对呀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哇，他扯哦，弄被我涂掉一大堆。OK， 可是我没漏了。王信，你继续弄，继续弄。我要上帝王了。好，你赶快上帝，赶快上帝，我继续烧了。好、啊、，OK，OK、OK, OK。那个遗迹交给我。好。哦，他那个自动维修真的好。大家放弃，给他拆家。遗迹有空拿一拿吧。我要站这里哦。你有一个城堡，有看到吗？他那个位置有，我看到。一窝蜂打骑兵好吗？打骑兵普普。哇，完了！我被抓了。我再过去，你稍微拉扯一下。OK。我对面还有很多，哇，两架包夹。完了。刚来得及。我没有知道这个是重要高地啊。完了，盖不起来。兵还有吗？没了，退了，我退。哪边集结？你家门口、啊？我家门口。城堡了，好吧，帝王了。
OK, okay. 因为我在后面乱他，我在后面乱他。他只要出兵，我就在后面乱他。好。他有大炮，他有大炮。我有。他往我家走，他往我家走。他往我家这边走。OK OK, 我兵过去了。上了吗？能上了吗？可以，先把那个他家被我屠农了。OK，你那波直接冲到他家。他还打我的，他还打我家了。没有，他没打你家，他是要去，他是要去，他是要救他队友。他有人派农车来打我家。啊，你先把你那个市政中心修好吧。快修！有在修了，要被打，我的那个前期被打了，我要没黄金了，出去啊！我兵打掉了，可以打。有点亏。他在打我家，在打我家。正常啊，不拆你家，打不完。挑战。开的快。先地堡。你能推了吗？能推了吗？我在往前推了，我在往左边推进去了。对面在抢这个、哦，给我看到了，你家旁边。我在封锁他金了。我把他逼回来了。Ready yourself. It's too soon. He has his head. He's there. He's there. He's there.
我可能存不了资源上帝哦。你那边能推吗？可以可以，我一个人可以，我一个可以。Easy 啦，不用担心。看能不能想办法上帝王，现在有点资源有点吃哎喂，他哦，他有点猛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我打后面。OK。照一下他的身。我要上帝，我要上帝了。好 ，OK。差一点，再存一下。你没有盖自己吗？没空盖，没空盖。涂了四五十桶了，经济应该崩了吧？我看。你地标修一修，有有，我在修。你有空，你有空照一下。哎，来一点骑兵来这里，他应该在挖。哪边在挖？左边，就左边有个。我没看见，在这边一坨。可是你前线那边有一坨兵哦，你自己要守住哦。应该没问题吧？
他没有在挖，他没有在挖，欢迎看看。直封你的封。我帮你扛了，我帮你扛了。有，我在射，我在射。是是是，那一波冬兵捅在后面，碎了。我很忙，如果前线有什么问题，你马上跟我讲一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因为我现在在多线捅他家。OK OK。他家打到我家来了。哇，继续。啊，投了投了，他家农被我屠光了啦，剩一家了。BD 的好哎、欸，继续了，两个都投了，我投了投了投了。哇，我杀了好多农啊，真的，屠了一遍又一遍。靠你在后面偷扛住前线，哇，这个搭配完美。你有扛住，我这边就轻松烧了。真的，哇，这个搭配打得好哎、欸。放投、啊，他们投了，他们投我负责送投的，可以啦，刚才有。有帮忙盯住，有大概撑了十分钟，可以。哦，真的是打到头破血流啊！真的，我、哦、对面杀500只哎，哇塞，好扯哦！应该都杀我的吧？是吗？没有啊，他杀我的农民蛮多的。杀我绰绰也杀蛮多，还有小工。对，因为偷偷在屠农啊。我刚才视线操作，我快吐了，看得出来。不行了，我这场打完我要休息了，不行。真的身体还没康复，不能这样玩。我这头超晕了，我靠！你给我打。